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 Stan. 在被爆出恋爱传闻后， aespa 卡琳娜受到了一些极端粉丝们的指责，之前也有过卡车示威。 2月6号， 卡琳娜在IG上发布了一个手写道歉信，随后世界各地的粉丝们纷纷对这些极端粉丝们提出指责，并表示卡琳娜没有必要道歉。我们先来看一下卡琳娜的手写信内容。 大家好，我是卡丽娜。首先，对于让粉丝们感到惊讶和不安，我感到十分抱歉，也因为对被吓到的粉丝们抱有谨慎的心情，所以回应完了。我很清楚支持我的粉丝们会有多么失望，也知道他们在回想我们共同分享的故事时感到多么心痛。正因为我太了解这份心情，所以我感到更加抱歉。希望透过这封信，我的心意能够传达给大家，哪怕只有一点点。我冒着可能再次造成伤害的风险写下这篇文章。 是因为从出道那一刻起，给予我最温暖冬日的粉丝们，我想要真诚地传达我的歉意。我希望能够弥补粉丝们受到的伤害。对于粉丝们，我一直都是真心的。每一位粉丝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珍贵。虽然这篇文章不长，但它承载了我想要表达的所有情感。感谢你们的阅读，未来我会为了不让你们失望，展现出更成熟和勤奋的活动。请期待我的表现。麦麦们，好好吃饭，期待我们以最好的样子见面。我很抱歉。 也非常感谢你们。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考虑到他的性格，我猜到恋爱传闻之后，他一定会对粉丝们说明一下。但真的没想到会是上传手写信。我是 aespa 的粉丝本名是卡琳娜，考虑到团队，我感到有些遗憾，但只要卡琳娜幸福就好，她并没有公开展示爱情，是被跟踪挖掘出来的，能怎么办呢？因为自己花了点钱就对喜欢的艺人造成伤害的人，真心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的粉丝？看来他是个心地非常柔软的人。通常恋爱传闻出现后，会静悄悄地过几天，然后慢慢地在粉丝论坛发文不是吗？可能因为感到非常抱歉，觉得必须要解释清楚才行，所以才会那样做的吧。看到有人说伤心的是粉丝，为什么路人要原谅？先去买个专辑再说话，真是太好笑了。可卡琳娜根本就没有做错什么事，哪来的什么原谅呢？一单在 IG 上发布道歉，卡琳娜的粉丝就会被大众视为因恋爱小题大做的愚蠢粉丝团。在恋爱传闻爆出当天，保持沉默的粉丝们也会因此受到指责。其实，如果只是透过婆婆发送那份内容，然后适当的让时间过去，专注于本职工作，粉丝们的心情自然会平复，重新开始支持。但在 IG 上发布，让粉丝们被大众们受到批评，对此感到厌烦的粉丝就会离开，会形成恶性循环。又不是一两天追星，就算是在婆婆上传，不到一分钟就会传遍所有论坛，也会被媒体报道。现在对此批评的疯子们，如果现在婆婆上发布，他们也会找理由攻击的。应该先在婆婆上发布才是对的，或者是静静的让事情过去。现在已经有点平息了，为什么非要在 IG 上发布，他们也会找理由攻击的。应该先在婆婆上发布才是对的，或者是静静的让事情过去。现在已经有点平息了，为什么非要在 IG 上发布呢？看了这个内容，还说为什么要在这里发布的话，建议你放弃做粉丝吧。就算我不是狂热粉丝，但看到这些内容也觉得心酸，能感受到他的真心。不知道卡丽娜是在想什么。如果真的是为了粉丝着想，应该选择沉默，然后闭一千更加努力的投入到本职工作就好。现在其他论坛也都在骂麦们，你想试图挽留离开的粉丝，结果可能连原本的粉丝也失去了。唉，难道谈恋爱就到了需要发布道歉信的地步吗？真是太可怜了。然后有很多留言说路人们在骂粉丝们，被骂的只是一部分的疯子们，不是所有粉丝。不要在那里带奇怪的风向去睡觉吧。静静公司在做什么？真的不就是该保护他免受这种事呢吗？怎么会让他写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个好消息。根据美国 Billboard 的官方在当地时间午后的发表， TWICE 的新专辑在 Billboard 的主榜单 Billboard 的二百以及 Top Album Series、 Top Current Album Series、 World Album 四个排行上获得了一位。根据统计，该专辑首周销量达到了1,063,615张。昨天 TWICE 表示，今年是我们出道的第十年，能够取得这样的新成就全赖粉丝们的支持。 TWICE 真的太了不起了，恭喜恭喜，这个年次真的太棒了，打死都不肯相信 TWICE 在海外很有人气的黑粉们肚子应该会很痛吧，可可。接着就是根据3月5号美国 Billboard 公布的最新榜单， Lisa Pin Mini 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歌 Easy 在主要单曲榜哈百进入了99位。目前已经在韩国日本市场拿下顶尖位置的 Lisa Pin 现在更是成功打入了美国 Billboard 的哈百榜单，展现了全球范围的人气。哇，因为是周一发行的，所以觉得会有点困难，竟然进入了，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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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周五发行的话，成绩应该会更好吧。 Lisa Pin 恭喜恭喜，真的很高兴四代 K-POP 女团们都这么成功，希望 TWICE 和 Lisa Pin 都能继续走花路。
安顿。Burning, burning, burning. So fast, turning.